人都给我赞一下哦。哦，还有设置通知。大家好，嘿，基尼的基尼要，今天呢，家家拿舒克和贝塔玩具套装来玩一下哟。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，Go Go！ 嘿，基尼，基尼，基尼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零食，长发公主，我们一起分着吃吧。基尼最喜欢的巧克力。真好吃，长发公主啊！接下来我要吃奶酪果冻。吉尼一口，珊珊还有麦丽素巧克力。天哪，吉尼真的超级超级想吃的了，让我尝一下，哇，美味的巧克力。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来，给我也尝一下吧。不要，这个没剩那么多了，吉尼一个人要吃掉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啊，吉尼？这是我带来的，有好吃的东西一定分享的，要懂得分享，知道吗？啊，不要，你家里不是还有很多吗？吉尼第一次吃这个巧克力，剩下的都让我吃吧。不给。吉尼，赶快给我。吉尼。好过分，讨厌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有好东西一定要分享才可以的，不行，我得教训他！是哩是哩，耶！我的身体怎么了？我的身体怎么了？哒咚！吉尼变小了吗？哇，太好了，吉尼吃了巧克力，身体突然变小了。吉尼怎么不见了？吉尼，吉尼，吉尼，你在哪里呀？吉尼，吉尼，长发公主，长发公主，我在这儿，你要去哪？这是什么声音？那边有人走过来了。喂，你好，有没有看到长发公主？谁看到长发公主了？哇哇 ！Oh no！ 这样会被他们踩到的，赶快逃跑！到底怎样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？变小以后真的很不方便。长发公主也不在，我想变回以前的样子。那是什么？你好，我是舒克。你好，我是贝塔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怎么在这哭啊？是这样的。吃了巧克力以后，身体突然变了这么小，我想变回以前的样子，你们能帮我吗？原来是这样，我们会帮你的。听起来这个巧克力好像有什么问题。没错，再吃一个巧克力，是不是就能变回来了呢？那个巧克力在哪儿啊？在那里，我带你们去吧，跟我来吧。好的，朱克，我们走吧。在这里，就是这个。吃了巧克力后，我就变成这么小了。就是这个巧克力呀，你赶快再吃一个吧。好的。但是巧克力桶那么大，我怎么能拿出来呢？这个嘛，有了。你放心，让我们来帮你。贝塔，你用你的坦克，我去开我的直升机，听我指挥。好的，你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贝塔，你用你的坦克来稳住底部，我用直升机来弄到它。
去跟长发公主道歉吧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但是我现在变得这么小了，怎么能跟长发公主道歉呢？让我们想想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让她写一个纸条，让长发公主知道她在哪儿。好想法，来给长发公主写纸条，让她知道你在这儿。赶快让基尼写个纸条给长发公主吧。哎呀，长发公主长发公主应该能看到吧？来，拜托你们给到长发公主吧。好的。OK。贝塔贝塔，你先用你的坦克引起她的注意。好的好的，没问题。来，这次该我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长发公主，这里看这里，长发公主。长发公主，基尼在这儿，看这里。长发公主是我，基尼呀、啊，基尼。哦，原来是基尼。来，基尼，快上来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基尼？长发公主，对不起，因为巧克力太好吃，所以一个人太贪心了。但是以后我会像你那样，有好东西会分给你的哟。对不起，能原谅我吗？基尼，没关系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就原谅你了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长发公主，你最棒了。看来基尼懂得分享了，不错不错，可以把基尼变回来了。朋友就应该这样的。苏里苏里呀！哇！太棒了，基尼变成原来的样子了哟，长发公主。基尼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长发公主有两位朋友想介绍给你认识哟。啊，朋友是谁呀？刚才一直在帮我的好朋友。来，上来吧。他们是舒克和贝塔，是我的朋友，打招呼吧。你们好，舒克和贝塔，我是长发公主。你好，我是开直升机的舒克。你好，我是开坦克的贝塔。认识你们很高兴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巧克力吧。好的，谢谢。哦，那我们就不客气喽。长发公主一个，舒克和贝塔，你们多吃点哦。基尼也来吃啊。